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748集的节目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传奇集电影第一集的老爷车版的奔莫比，还有电影第二集这个正常跑车版的大黄蜂。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呢，先稍微闲聊一下啊。我手边的话呢，这一批传奇级的玩具呢，以温杰哥借给我的，这一批的话呢，这是最后倒数第二集，只剩下一组还没拍啊。最近的话呢，就不停的更新这些传奇级的玩具，那很多人背勾起回忆。那当然的话，有每个人的入坑的状况都是不一样的。那大黄蜂啊，这绝对是真人电影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存在，独一档的存在。啊，作为一个所谓的官方的亲儿子啊，你想想看啊，在2007年电影的时候啊，我们看到这个老爷车的这个奔莫比，你谁能够预测到说啊，在10多年之后呢，他会出自己的单独的电影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在之后的话呢，还赋予他更多的形象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话呢，就想起那一句话，电影第一集那句话，50年之后你会不会后悔上这部车？那么呢，我最近啊，就有一些小感慨吧。我且今天是礼拜三，然后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，我去台北的一个漫展，那有一位高高帅帅的男 coser 呢，突然跟我说我是不是虎扑汽车。我以为他是西圈的朋友啊，结果不是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这一集的节目啊。总而言之呢，他就跟我说从小就看我的节目长大啊，他从老肖的时代就开始看啊，那真的是看很久了。那我是蛮意外的了啊，就是说这等于是说呢，我们就是这位朋友，我等于是我们有两个共通的兴趣啊，可能就也玩过变形金刚，那我们也在一个在这个西圈有共通的一个活动，那这种缘分也是不多。那我当天忘了跟你合照了，对不起啊，非常的抱歉。如果你手机里头还有我跟你那张合照的话，你能不能如果看到节目的话，拜托你发给我啊，让我也做个纪念吧。行的，那就开始来讲我们今天的玩具。我们节目是越来越养生了啊，因为我发现我现在录节目已经变成是，真的是纯的是疏解压力啊，作为一个主要的诉求。我做这个节目真的是给做给自己的了啊。然后我也想过说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人不在了，我离开这个世界的话，我还留下了很多的节目，可以就是留在这个世界上啊。我相信。我的这个部分呢，要被这个世界消灭，可能会比较久一点的时间。这个老爷车的版本啊，身上有一些烟熏的涂装，然后这是正常的版本。那差别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，我不晓得为什么正常版本这个黑色的线为什么涂到这上面啊？这等于是把这个不是把车子后面的这个灯，那这个后照镜给吧，后面的挡风玻璃给盖上去了嘛啊？不解。然后正面来看，他们一个奥拉宝的标志配色不太一样。那都是有一个这个是已经是真的是老奶奶的一个姿态啊，懂就懂吧啊，都已经下垂到这样了啊。他的脚的站立性倒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好啊，虽然看起来很小，但是后面有个脚后跟的关系啊，你会发现你随时随地这个站，如果你不是太离谱的话呢，他的这个站立性还是挺好的啊。来引分身之术吧，你看看那个看看。没事没事，好吧，那就我们来那个对比一下啊，就是它第二集之后的一个造型，然后呢，它的一个后面造型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啊，整个变形结构已经是截然不同。但是以关节的松紧度来说，这一款第二集倒是比较邋遢一点啊。那它的可动也是只有手臂360度的转动，那脚前后踢啊，膝盖的话呢可以稍微折一下。那我们来示范它的变形好了，这个变形都很简单，很直觉的这样扣上去。然后呢，这个两脚啊，做一个简单的小合并，然后利用这个松动关节，把这个后面给推上去，脚跟收下去，啊，然后旋转一下这个胳膊，旋转一下，然后往下面推下来，啊，把它扣下去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好了，我们的这款奔莫比就变形完成了啊。这个载具的话呢，有时候吧，这可能是变形金刚的这些。车辆来说，可能大黄蜂还是我在台湾的街道上最容易去遇到的，啊，还是有蛮常有机会看到人家开这种车，一模一样的啊。反而是其他的车种的话，可能就基本上不可能了啊。它的这个老爷车的变形的话，这里手臂多了一个折这个翻过来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把它透过这个地方，它这里啊，这个地方转的时候啊，它这个地方
限制比较多，你要先把后面这个地方控制好，再把这个地方往前面推，然后这里侧边有一个凸跟它的结合扣上去。它的脚变形比较有趣，它的脚的变形是一个用推的，看到这里有个滑槽，我们直接这样把它推进去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好像变形金刚第五集吧，还是哪一集，还是第六集啊，就是大黄蜂电影，它有一个能量晶系列，就是后面这个地方有多一个，好像可以这样子用一个弹射器把它给弹出去的一个设计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模具啦，印象中好像是。好，那这款我们也就快速把它变形完成，这样子把这个后面这个车窗过来捏紧之后扣上去，这里也是一样啊，这边车窗先捏住啊，再来去控制前面这里扣上，然后两脚做个合并之后呢就往前面推啊，这个老爷车型的大黄蜂就完成了。那这个其实说这款车型的话，就是两侧多了这个很奇怪的这个关节，不过总体来说的话，这个车子的这个前方这个 muscle car 的一个感觉是更加的强烈啊。其实我觉得我这个车型来讲，我比较喜欢这个滚动性也都很好，都是有打铆钉的啊。那么这个的话呢，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Legion Class 的大黄蜂啊，电影第一集的老爷车版本，还有一个正常涂装的版本，还有第二集的 Legion Class。 那非常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终于快把文杰哥的玩具都给分享完了。那最后一套，那也是我很值得纪念的关于电影系的某某人物，相信大家也可以猜一下。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